有够惨！综艺大哥胡瓜怎么投资怎么赔？做过一次股票，花300万，一买进去锅碗瓢就上来了，我300万赔到不到30万。听人家讲过，那钱去买台积电，台积电要倒，大概全台湾也倒，我们还在打黑后，他已经住起来啊，一年大概给你交易了上百次，利用买啊卖啊，我一生气就把它卖掉，我赔嘛，我1000万就是5万，每次都跟到这种大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《医师好辣》。